分得高点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，没点关注可以点关注。这客厅是我们早上拍完戏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在这儿吃完饭，然后等一个车，然后来了我们就可能转场去下一个地方。今天下午都是一些室外的戏，今天下午就都是一些室外的戏，直到晚上拍到几点，那拍到几点要看几点说哦。啊，这个好看，谢谢秘密送的绿龙龙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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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个好看。几天能拍完一部剧？你像我这部剧就要拍9天，但也有拍7天的，也有拍8天的，也有拍10天的，然后还有拍10几天的都有。今天，我的妈呀！哦，为什么都这么多可爱的这种东西？谢谢谢谢。你看啊，我穿了一件、两件保暖，一件保暖衣，两件保暖衣，然后三件保暖衣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认识鱼龙吗？认识。狗皮帽不爱了吗？这些都挺可爱的，穿太多了。你知道有多冷吗，家人？你知道你要在这种天气里面在外面拍一个小时，你基本上体力就耗光了，就。你知道有多冷吗，家人？谢谢。特别冷，特别冷，就是跟你说穿那种两层保暖衣、保暖裤就没有用的那种冷，特别冷。那都没有用，什么贴暖宝宝，那就最常见的嘛，那都没什么用。对啊，西安也确实很少见这种冻雨，你知道吧？好东西。我刷到了。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晾着了。南方都很热，南方现在就已经很热吗？这才过完年呀、啊。南方现在很热吗？这才过完年呀、啊，家人们。但是你说他们那个爱抽华子，爱吃这是。深圳26度，那确实挺热。棒棒糖吃吗？不吃。推推糖吃吗？南方都已经穿短袖了，家人们。那真是南北差异，我国南北差异还真的挺大的。浙江冷，南方，哇，那天你真的不知道西安有多冷，啊，反正非常冷，我就。很冷吗？比较各地的那个风俗，头发不是头扁了，是顺毛吧？不想弄太蓬。被人砍了，被扎了。哇哇！今天要你看看，喜欢看很多东西，谢谢谢谢。没有雨啊？吃饭了，你没事，你没先吃，我就不热。哦。谢谢秘密送的华丽萨克斯，这两天拍戏的拿命拍，反正特别冷，我都跟你说，我穿了、好几层保暖衣都没有啥用。哎，这龙可爱，我觉得都挺可爱，叫都挺可爱。暖宝宝，贴暖宝宝，其实对我来说现在没啥用。暖宝真不顶用，家人们，你真的不行。你多高？我1.92米，1.92米。那块也没在蹲吗？你的耳朵，我耳朵就招风耳了。能拿膜，拿膜。这招风耳。我看东西，有没有打电话？哎，我给你拿了一个，我把你。嗯。
有没有跟马秋然合作？没有合作过，但是我肯定哦，好嘞，我没事，你们先吃。但是我肯定是知道秋然的，但是可能一直没有机会合作。有机会有缘分，肯定都会合作。因为这会儿我还不太，这会儿我还不太饿，因为我刚才吃了个虾饼，认识白岩吗？当然认识，白岩老师我肯定认识。你现在喜欢哪个帽子？我给你焊头上。认识张吉俊吗？啊，知道知道。加倍想励志，啥帽子都行。白岩现在在西安台，我知道。本来是我跟。算了，不能提，不提了。本来有机会跟白岩老师打，可能两部戏都没有啥，没有啥太好的男主角色，所以就少男认识的。这些老师其实我都知道，也都了解，也都基本上见过，因为大家都是这个，就成天都在一个大环境里面工作，多多少少肯定都知道，是不是？可能都是有缘分，差一点合作，或者说，哎，这次没合作上，下次就能合作上。谢谢，谢谢。其实这个单词我真的不知道很怎么读，就 L T A Y L O R， 送你加油啊！谢谢龙姐的点亮，没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！你签公司了吗？对，我有经纪，但是我暂时没签公司。都是短剧演技呗，对，基本上你问的演员老师，基本上很多可能都知道，也都了解，那可能或者看过人家的作品，是吧？你在剧在哪看？也是在抖音平台都能看，然后可以搜一下，就是剧名那个。在粉丝群里面有那个剧目表，当天一直刷进去，谢谢谢谢，感谢二牛大天星，期待和哥哥民国剧，今天看直播在辅导孩子写作业，哎呦好辛苦啊，感谢感谢啊，看看点赞都没停过，感谢感谢大家，谢谢 CC 的称心如意，谢谢。不乱顺着，就剧里面它是有顺下来这个要求，所以头发就顺下来了。头发顺着，感冒了吗？没有，我是长期说话可能后鼻音比较重。李龙老师，对。谢谢谢谢，我不是鼻炎，我就是长期说话后鼻音比较重。可以啥送我这么多生煎、谢谢骗子生煎。主播是于老师的心上人，你也是东北人，我西安人。午睡午睡，你们好好午睡吧。让我多吃点是吧？咱们刚看完你跟孟大的剧，好上头。今天就各种送帽子是吧？这不是没吃吗？哟，好贴心啊你。个高鼻音重，对，鼻音是有点重。哎呀，这不是没吃吗？在给我们直播，所以就给我送这么多生煎。哎呀，你真的好贴心啊！然后这还有人不停给我送帽子，哎呀，你们真的太贴心了。谢谢秘密送的保暖帽。第一步看你厉总先结婚后恋爱，对吧？喝点水清清嗓子吧，我嗓子还好。就是西安这两天特别干，大家应该知道新疆那帮不是有沙尘暴吗？刮到西安啊，前两天西安都是漫天黄沙，然后呢嗓子特别干，所以可能让大家感觉后鼻音又比较重，所以让大家可能感觉我是什么感冒了之类的。
谢谢刚来汪总今天顺毛，对对，这个剧里面他是有要求顺毛，所以就把头发顺下来了。感觉你和剧里面是两个人，剧里面的是角色性格，剧外直播呢就是现实性格。嗯，刚才看了一下你的主页，嗯，好看吗？顺毛真好看，我也挺喜欢顺毛，但是可能剧里面很少能见。新戏《我家老公是大佬》应该能在剧里面看见。然后咱们这部《替嫁田七》，到时候也能看见顺毛。谢谢大家补的粉丝灯牌，感谢。石盒子好，天天晴空万里啊！这石盒子好像是在东北那边是吧？石盒子有个唐英啊，是那时候比较胖，比现在要胖很多。应该快上线了。嗯，鹏哥小王啥时候上线？应该快上线了。我感觉不是有点淡吗？感觉有点淡，是吧？西安哪山神出兵马俑？对，西安前两天的兵马俑，就是人人都是兵马俑。你知道西安前两天大家都知道内蒙，这两天应该注意看全国新闻的话，都会看到内蒙这两天不是刮沙尘暴吗？然后包括还有大雪封路，然后那场沙尘暴直接就刮到西安这边。西安前两天你就是可见度不到300米、500米，然后完了之后就灰特别大，然后我每天睡醒你知道吧，就嗓子特别干，一咽吞咽就感觉疼。包括今天也一样，谢谢朗朗乾坤送的你最好看，谢谢只想磕 CP 送的龙抬头，感谢。明天飞西安，那一样注意，要多穿衣服。你看西安的，现在我在直播就下大雪，你知道吧？闪婚后总裁跪地上征服好看，随便截个屏。谢谢，那是跟吴以乔拍的。然后新剧的那个《我家老公是大佬》也是跟吴以乔拍的。那应该要感冒症状，我其实没有感冒，我是后鼻音比较重。然后家人们如果来西安玩啊，一定要把衣服穿厚点，然后我代表西安欢迎你们。我准备穿短袖裙，那很冷的。谢谢陈琳送的粉丝灯牌，没点关注的可以左上角点关注，加粉丝灯牌啥的，然后进粉丝群啥的。那很冷的，千万不要收费。很冷的，可千万不敢穿短袖。我，你看我穿了多少个保暖衣啊？八月份西安30度，9月份会很热，10月份会很热，因为以前往年我都在10月份做国际车展，那时候10月份就有点转凉了，8、9月份就挺热，30多度，有时候40多度。啊，你穿短袖原因是想等我给你送外套啊？我自己衣服都不够穿，我给你送外套啊。现在有东北冷了，那应该是没有东北那么冷，但是咱们怎么讲呢，我确实没有感受过大东北的那个-20-30度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已经真的很冷了呀。而且拍戏有的东西是中看，它不保暖，它不像羽绒服，可能我们穿的比较臃肿，它很保暖，但这个东西你看着它厚，它其实挺薄的。我衣服都不够送，我还给你送衣服，家人，你好想关注你，关注啊！谢谢呆呆送粉丝的，你给我唠，你给我唠硬壳，好想关注你，那关注啊！大衣没有棉夹吗？当然没有，你看它有棉夹。送衣服8位数，你们这么惦记我的衣服啊？嘴唇太干了，擦润唇膏了，我拿点水啊。我拿点水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要拿点水，你给我拿点。这在片场，对。你在广州，据说你190以上，对，我在西安，我那个我192。刚刚五吗？谢谢。我
只想问你大一多长，我也不知道我大一多长，真的我真不知道。我你问我大一多长，我怎么知道？我知道我腿多长，我能有点小骄傲的告诉你。这首歌就不能，我腿摇摇摇。真的？嗯。哎，谢谢朗朗乾坤送的浪漫。我腿长幺幺幺，谢谢大婶送的环球旅行车。梁帅哥，你真帅，大姨没看够。我跟虎哥合作多少部戏？我跟虎哥只合作过一部戏，叫《哎呀，女帝大人驾到》，是我跟孟娜我们俩合作的。谢谢大家送的礼物，闪耀星辰。谢谢，应该 Zoom 吧送的龙抬头。谢谢燕燕送的礼物，感谢感谢。嗯，女帝大人好看是吧？我也觉得女帝大人挺好看。纠结吧，你腿长，那你没事，你纠结，你腿长幺幺，我身高到你幺，哎，其实挺能到，能到，能到。我问你找老大结军大衣就不露，可是我穿，可是我，其实我要是正常穿衣服还是不会冷的，但是就是拍戏嘛，咱们讲究一个形象要在嘛，所以就可能会有点。我腿长腰，我真的腰腰啊！我骗你干啥？我这个手机在当支架，要不然我就把那个西装量体的那个数据给你看，真腰腰腰，腰一腰二。哎，欢迎佳悦，欢迎佳悦哥，欢迎欢迎。我腿长一下，现场量，现场谁给我量啊？谁给我量啊？这东西有啥骗人的？我1.92米，我腿长111，这也很正常。那边是公园，不是野外。你找别人来比，那多不好啊！那这那让别人怎么想？荒郊野岭。物理现在冷吗？还好，不算太冷。你有130斤，我靠！我增重都增重到，我从160斤、150多一点点，感觉有点瘦，减肥减过了，减的法令纹都加重了，然后又开始增重，现在增到170了。嗯，谢谢大家关注，没点关注可以点点关注。然后新剧上线第一时间在群里面就说，左上角点点粉丝灯牌呀，进粉丝群啊什么的。和圈儿合作吗？暂时没有，因为可能档期没有遇到一块去。我过年胖到了102斤。嗯嗯嗯，每月都能拍新剧吗？对，每月基本上都有新剧拍。只是有的时候可能流行一段时间的剧本可能没有特别好的剧，可能拍出来也效果一般，但是有的时候就有特别好的剧。看缘分吧，哥1.92，18岁。谢谢，谢谢你们帮我宣传我是18岁这个事儿。我跟你说过吗？现在不接模特的工作了，机长应该快播了，剧长据说要剪辑2个多月了。嗯，现在很少能接模特的工作了，因为现在剧都拍得很满，休息时间都不够。嗯，跟左一拍的那部剧叫做《他是人间妄想》。谢谢你们到处宣传我18岁啊！我。谢谢谢谢。感谢大家，要不一个剧不上会，你看啊，我为大家举个例子啊，可能我后面拍的，我家老公是大佬，包括那个剧叫什么来着，我突然拍完就忘了，可能他都会比机长先上。但是米拉桑等机长上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等到了，可能很晚了，但是其实机长是先拍的，然后每一段时间的上线的状态都不一样，因为呢就是剪辑周期不一样，然后包括排片上线的日期也不一样，有的上的特别快，有的上的就特别慢。那可能我家老公是大佬，那可能就上的很快，那可能机长就要在他前一个月拍的，后面才上的。谢谢 CC 送的春心丸，感谢彭哥好，彭哥好，哎呦，大家好。
可能不能跟大家再播了，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剧《替嫁天气》，这个顾少的超宠的，下一步上什么具体我也不知道，如果上我会在群里面会说的，大家可以点关注啊，然后完了之后进进粉丝群，到时候第一时间会在群里说。然后那个就是想跟大家说啊，排片这个事儿，就有的时候可能最近状态可能不是很好，拍出来片子一直都没有播，然后你看到两部剧状态都不错，为啥突然第三部剧状态这么差，那可能是之前拍的，这个就是他只是上的晚，但是他拍的早，米线跟馍都有，然后就是待播的这几部剧应该都还可以，都还不错，也是都有看点，到时候我会提前给大家说的。拜拜，感谢大家关注，然后谢谢大家，然后呢要掐脖子去了啊，所以要给大家说声拜拜，然后有机会再播的话，大家没事点个关注再来看，拜拜，哎，刚来就下播了，没事，你看下次直播。